圆圆吗？你好，有人吗？是吗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们真的可以改变我的样子吗？不是我们可不可以，是我们肯定可以啊！要不然我就不会把灯光弄这么暗，然后把我的样品都摆出来，气氛造这么足。如果这样都不可以的话，那是很丢脸的。我们不仅可以改变你的颜值，还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咪咪，开灯。我能看出你经历了什么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挺有内涵。谢谢。从小我爸爸妈妈就告诉我，大家都喜欢乖小孩，所以我努力学习，品学兼优。可是现在是看脸的世界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努力了。没关系，交给我。这些都是器官，都可以为你更换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老板有什么建议呢？我觉得再改大一点就更好。哎，你也觉得？我也觉得
我自己的实在太小了，不好看，而且还有点斗鸡。斗鸡？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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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改什么样子的呢？颜色也可以变一变。一般粉红色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粉红色。我说的是眼睛。当然是眼睛。咪咪，你怎么又这样？来，这边请。这些年来啊，我一直在研究一种纯天然可更换的器官，终于有一天被我研制出一种器官术。它是用最上等的猫屎咖啡渣进行培育的，至于是哪种猫屎，我就不方便透露了。看看这边。好漂亮啊。喜欢吗？买一送一哦。多少钱啊？那么贵？贵？魔法是无价的。听上去不科学啊。科学？在蒸汽时代，魔法才是真正的科学。18世纪的英国，蒸汽机的出现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同时也打开了另一个魔法平行的世界。只要蒸汽机出现的地方，就会有神秘的事情发生。百慕大三角飞机的失踪，尼斯湖水怪事件等等，都跟蒸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任何一个蒸汽机都是魔法机器。就像这个电饭煲，它可以把米变成饭。在蒸汽的平行世界里，它可以把饭变成米。这就是一个神秘的交易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颜值改造机。这句话说就没意思了啊！你，哎，我收这么多钱，怎么能会是洗剪吹呢？再说你看我样子像吗？哎，你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告别以前的自己吧。自己一定很开心吧？你都变漂亮了，你哭什么呀？你别哭啊！你哭什么呀？不要，你别管那么的，我全家人都不认识我了，怎么办？
看到杂货铺的生意不是很好，悲催的我只能跟着我的宠物一起跳舞。魔法的意义在于是否可以改变客人的命运。如果我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，命运之灯里的蒸汽应该是满的，如果里边的蒸汽空了，也代表我的店铺无法再开下去。认命常常是人们对于安于现状的夸奖，相反，相信自己命运会改变的人并不多。但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找到那个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。89%，防弹衣呢，只能保护我们身体51%的部分，最脆弱的头部，却是保护最薄弱的地方。换句话说啊，头越大的警察怎么样呀？死得越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来猜一下，这次出任务谁又拒不了了呀？哎呀，大家好厉害呀！局长，请允许我说两句可以吗？其实为了针对我这个困扰多年的毛病，我已经发明了一项超级产品，它就是超级头盔。阿超，你拿我的痰盂干什么？局长，其实这个是超级无敌头盔。超级无敌头盔它采用的是美国 NASA 太空总署的最新钛合金金属，它相当于是10米厚的钢化玻璃。戴上它，不要说是子弹，各位，哪怕是一个原子弹打过来，我都未必害怕。最惹人喜爱的是，它造型时尚，百搭。你看，简直就是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？万无一失。你确定万无一失吗？确定是万无一失啊。局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让我出动吧。阿超，你爸爸生前叮嘱过我，不能让你出事儿啊。可是局长，如果一直不出动的话，怎么能拿到三枪奖呢？三枪奖呢，是以你爸爸的英勇事迹命名的奖项。这我是知道的，可是你爸爸当年英勇无敌啊，简直就是我们警队的这个精神领袖啊。局长，你能不能够不要在聊天的时候剪脚趾甲？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啊？那你剪的是我的指甲啊。好吧。当年你父亲明明知道会中三枪，却还是冲上去了。我接替他担任局长的位置，目的也是想让他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。现在想起他，还真是有点伤心呢。你怎么好像在笑？还不是最近工作太忙，熬夜太多，有一点思觉失调吗？我嘴上虽然在笑，但是每次想起你爸爸，心里都是在哭啊。不信你看我的眼泪。刚好有一滴在眼睛里打转，足以可见我对你父亲的思念之情。哎，超啊，其实你的心情我怎么能够不理解呢？警局有一项非常机密而且重大的任务交给你去完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人生一成不变？你不改变自己，又怎么能改变命运呢？我们杂货铺的口号就是随心所欲，变化多端，变得连你妈妈都不认识。那就稍稍弄一点点啦，但是要保留有原本的气质。我要变成他这样，我的男朋友喜欢上这个女生，我要变成他，把男朋友抢回来。腿变长可以做吗？就长20公分，我就可以当主力了。你来的刚刚好，我们现在这里买20公分送20公分，另外那20公分你想加在哪儿？那我做完不就有21公分了？我最欣赏你这种身残志坚的运动员。我们这儿有很多套餐，上三路五官端正套餐，下三路前凸后翘套餐。哎，请问大妈有什么偏好吗？这边请。你干嘛呀？哎呀！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出现？刚刚他问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出现。如果我不这样出场，你们又怎么知道我就是那来无影去无踪的魔法长官？魔法其实远比科学要更加强大，可是魔法师却往往得不到人们的信任。科学告诉你，基因决定一切，也就是说，从你生下来的第一刻起，人的一生就都注定了。但是在魔法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未知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所以，唯有改变人们的命运，才能让魔法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。保守估计，不出7天，你的店就可以关门了。魔法世界里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败类，才会一直停滞不前。蒸汽魔法那么伟大，有的店铺开通了杀人犯灵魂互换套餐，还有的店铺开通了什么帝王嫔妃的时空穿越之旅。可是你呢？你居然拿伟大的蒸汽魔法去改变什么颜值？你跟隔壁的美容院有什么区别？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已经用魔法改变了我的顾客，不可能不成功啊！不可能不成功啊！严老板，我怎么听说那个老太太面容变年轻了，行为举止没有变，活像个老妖怪？还有那个什么运动员，上20公分，下20公分，整整高了40公分。像个怪物。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女孩企图杀掉她的情敌，这些都是真的吧？我想问问你，他们的命运真的变好了吗？魔法的意义不就是帮助人们把生活变得更美好吗？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我保证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。严老板，
当你的命运之灯彻底熄灭之时，别忘了收拾好行李，赶紧卷铺盖走。咪咪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想要改变命运的人。聪，爸爸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局长不给我出任务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？你一辈子洗厕所吗？爸爸，不是这样的。爸爸，你别动气啊。手，出厕所，然后是第二个，把我冲干净，趁热啊。Yes。喂，哎，阿强，阿姨，你去哪？他们叫我去县城帮忙煮饭。煮饭？啊，你不是通厕所的吗？赶紧收拾，要不是你去。里面的人给我听住，你现在已经被警方包围，我限你三分钟之内弃械投降，把人质释放。你当我是傻逼吗？我要500万美金，还有一架直升飞机，我这我就干掉他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还有平衡。少他妈的给我废话。啊，哗哗哗哗。王仔，冷静。这个人渣，我也给你拼了！哎，有人吗？救命啊！蔡先生，我们明星小学开门做生意，向来是以诚为本，和为贵。没错啊，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可是你看看你，究竟有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样子？连见家长这种事情都可以迟到，头上还顶着一个马桶。只要我向来对这种屎尿屁是最反感的了，这还让人怎么吃饭呢？关于你儿子打架的这种事情，我是没办法教了，你自己搞定吧。你给我严肃一点，你给我认真一点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打架，你说。我说。你说呀。我想女朋友。哇，这样的谎你都好意思说出来。你爸我长得这么帅都不敢说有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我是垃圾。你怎么可能是垃圾呢？他们说垃圾的儿子就是垃圾。他们说你不是真正的警察，做过最难的事情就是爬上树帮老奶奶捉猫吗？那棵树很高的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。严老板，把我们都变漂亮吧。
可是你们的预算我真的做不了啊。那帮我们想想办法吧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做你们其中的一个，然后你们的头互相碰撞一下，这样你们的颜值就可以互换了。好啊好啊，我们是好姐妹，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分享的。这还是我吗？是啊是啊，太美了。快点碰我一下，我也要变漂亮，看一下我的样子。嗯，好吧好吧。哇塞，真的太美了，好美啊！真的超级美的，身材还很好呢。亲爱的，我们撞一下会不会来吧？哎呦，亲爱的，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，自然美。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？当年我们不是说好要丑一起丑的吗？还记得我们那首歌吗？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。我才看你不太顺眼，每次唱 K 都抢我麦。我要中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人最重要的是内在美。你好，我是严老板，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你想改变什么？我想做英雄。英雄？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每天都做着一个奇怪的梦。在一个漆黑的街道，我父亲拿着他的奖杯一直在跑，我在后面追着，我怎么追我都追不到他，留给我的永远只有父亲的背影。有时候我会在想，是不是命运要告诉我要追随父亲的脚步，拿到父亲的奖杯，继承英雄的名号。你们看看我父亲多么的威武，又多么的英俊，你再看看我。我知道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就是一直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。你要把你的父亲忘掉，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英雄。
那是我父亲生前唯一的照片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我之所以这样，就是为了展示我的魔法。父亲好像不是这样子笑的。父亲在翻白眼。父亲在挖鼻屎。喂，签名都没有，签名呢？啊，签名啊，其实魔法也是可以签名的。喂，我看到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签名。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啊。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我何尝不是一个有着梦想的魔法师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开这间杂货铺就是为了等到像你这样的顾客。丑，穿衣服又没什么品味，自卑还没人缘，看见你就一种想一巴掌一巴掌抽上去那种气质。我觉得你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，活着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但是你并没有放弃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啊！哎，等等，我觉得，要不你直接告诉我什么方法吧？很简单，你的问题就是要害太大。这不算大，上面的。我觉得呢，你应该把你的要害部位跟不要害的部位进一个对调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不要害部位？对，不要害部位。屁股、臀部，我要把你的头跟臀部进行一个对调，这样你不但可以臀部面向敌人，也可以把头藏在下面。这样就让敌人很难击中。啊，不夸张地说，你就是这个时代的 Agnes。 准备好成为英雄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上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我觉得应该加点东西。加点什么东西啊？我是屁股超人。不过要记住，千万不能碰蒸汽哦。等等。万一我想上厕所怎么办？啊？你会不会倒立？
真呢、啊、躲起来去看对方用什么枪 ？M4， 队长，我的是 M4。M4， 队长，我今天上班，我让大哥，我走先。回来！真正的警察不是说走就走的，真正的战争靠的是脑子。说得好！你把衣服扔出去，新敌人。Yes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破衣服洗衣服吗？我是说用衣服洗脸。你去看一下敌人有几个人，几支枪。Yes。队长，他们五个人五把枪。看都看到了，你们这帮警察全部都是废物。去看看。不是，他的屁股长得很肉，屁股长在头上，长你个头啊！用你的屁股想一下，他头怎么可能长个屁股啊？拿来！老大，你看，我都说了，不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，用自己的双眼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。敢问英雄，尊姓大名？我是阿超啊。哎，阿超，这么久没见，肥了白了的。哎，我在这里呀、啊。Hello。你这是什么造型？以后就叫我屁股超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我呢，就是屁股超人儿子的老师了。我早就跟阿超说过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小明同学长大了一定是出人头地。我觉得屁股超人有点低级趣味咯，他上厕所会不会像在吃屎啊？如果让我做超人，我也愿意，当然不是为了什么粉丝啦啊。阿强警官是我们警队的骄傲，虽然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代表着他精神的三枪奖依然感染着大家。我爸爸获得三枪奖的警员一定要英勇过人，杀敌无数。我接下来我荣幸地宣布，获得本届三枪奖的警员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力。恭喜啊，谢谢大家支持啊。我得这个奖主要是因为对手太弱了。怎么可能是他凭什么？叫警察局长，为什么不是我？阿超，你先冷静，哎，不要把屁股对着我啊。你知道你爸爸的精神是什么吗？那就是明知道有危险却依然冲在最前。这是你爸爸牺牲前的一件衣服。勇气不是不害怕，而是要去勇敢做自己害怕的事情。大力都已经受伤了还继续往前冲，这才是你爸爸的精神所在啊。而你根本不会受伤。我哪里不受伤？你看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别脱裤子。来，喝茶。
年轻人终归还是年轻人呢。局长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啊？大声点！什么？啊？这周六大毒枭行动破获后，三枪奖归你。谢局长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Hello， 阿超，你学会上厕所了吗？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你好厉害呀！你的命运是不是改变了？我的杂货铺就可以开下去了。我拿不到我父亲的那个奖。可是你已经救了很多人啊，打败了很多坏蛋啊，这不比拿到奖更重要吗？可是三枪奖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的命运就追随我父亲的脚步，只有拿到这个奖，我才能改变我的命运。等到这个星期六做完最后一票，我就成功了，我要变得更强。小明，爸爸，快救我！爸爸，快救我！爸爸！啊！爸！别吵了！你不要伤害他！伤害他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啊！我只是造型差了一点而已，不至于吧？造型还可以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今天我就让他看看。他老爸根本就不是英雄，哼！你跟你爸爸一样，是个垃圾，而你跟你老爸一样，也是个垃圾。
你放了我儿子，把枪丢过来，快点。跪下，跪下。你以为你老爸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因为蒸汽会让我还原。啊，那就好办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他是万无一失的。哎呀，超啊，局长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说你这孩子心眼怎么这么小呢？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惊喜 ，surprise。挺搞笑的。
我不但可以改变你的颜值，还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相信您来到我们颜值杂货铺是您最明智的选择。像您这样的大客户，我已经为您定制了一套最完美的颜值改造方案。整成这样子怎么样？哎，不喜欢还有其他的。哎，请看。严老板，我的男朋友瓦宅怀疑我在你们这里做过颜值改造。你看，这是他50年前的照片，和现在一模一样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哎呀，我都说了这是我奶奶了。我不管，你要证明给我看。你放心，只要在我这里做过改造的，我都可以用蒸汽把它打回原形。谢谢。我的颜值杂货铺继续开下去了，而且被我研制了突破性的魔法。从此，我改造的颜值不再惧怕蒸汽。